大家好啊，今天咱们聊聊这个，有一种现象啊，一般这个人呢，他这个叫什么呀？行为异常，异于常识的这种平常这种状态的，然后产生出这种情况呢，这个人啊，他就有这种可能有什么特殊的事儿发生。你像这个，有人说这个突然的胖和突然的瘦。啊，这种都是不好，这个就是没理由的这个胖，这古语叫什么？发身不发财，这个阎王死拿命来啊！这意思就是说，突然胖了这人，但是也没见他怎么发财呀，也没见他怎么富裕啊，但是就突然之间胖了，然后这个可能就是命不久矣的一个异常特征吧。然后还有就是突然的瘦。啊，这个暴瘦突然一下，这肯定是因为身体的缘故吧？我觉得，啊，这种都不是什么好现象啊，这都有问题。还有就是这种，人的行为异常，比如这个脾气突然的变化啊，这个也有人总结过吧，说这个人可能突然变化，这个脾气突然变化的时候呢，原来温顺的人变得特暴躁，然后原来这个暴躁的人就突然变得很慈爱，哎。这可能就是突然之间有什么情况发生呀，啊，一般来说这都是有的时候就是寿命不永的这种表现吧。还有的现象就是什么呀？出现这个回光反照啊，这个所谓回光反照，其实这个回光反照这句话原本出于道家，他是说这个在做功夫的时候啊，把这个向外的这种关照的这种功能啊，向内啊，然后内观自照，然后这个观察内心，然后这个啊，平复自己的这些情绪啊。其实你照这种情绪的时候呢，你这种关照情绪，关照这个情绪的时候，这情绪虽然说不能说当即断绝吧，但是慢慢的它就平静了。这就好像这个小孩似的，你对付一小孩似的。这小孩啊，你越照顾他，你越说别让他动啊，或者让他动啊，他就反着来，他就拧着来，啊，他就不听话。然后呢，你不理他，你去瞧着他，一会儿他就老实了，就是这种感觉。这个回光返照，原来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后来不知道怎么就被啊、呃、被这个引用成这个人死之前的这种，或者说这事情要毁灭之前有一种奇特的这个反常现象。就比如说病了很长时间的这个人啊，这个突然间说好起来了，精神特别好啊，本来昏迷，然后精神特别好，还要点吃的喝的呀，跟人聊天啊，然后这个基本上就被当做这个回光返照，说是这人不行了，这是最后这个就像这蜡烛光一样啊，大家点过蜡烛的现在都知道，这个最后你要是蜡烛烧，让它自己燃烧光了以后呢，在最后一刹那，它这火苗会非常大。然后歘一下亮的很亮，然后呢一下就熄灭了，这就是最后那一刹那的这种光焰嘛，啊，就是熄灭之前那种光焰。这个人也是这个道理啊，他这意思是说人的这个能量最终耗尽之前也是有一个总体的一个爆发，然后这个就是跟之前这个病态啊这种这种在病床上这种情况，或者昏迷啊，或者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大家都以为好了，可能都以为好了，但是呢，最终就是可能过个小半天儿，就突然就不行了，然后这人就会过去了。这个我觉得这可能是能量耗尽的最后一刹那吧，都是产生出这么一种情况啊，这种啊反常的情况。还有就是，这个西方有句话叫"上帝若要是让人某人死，必先使其疯狂"，这也是，这反映出一个什么道理呢？就是上天要欲先取之，必先予之，啊，这个就是这么一种啊，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啊，这个。他获得的多了，但实际上是这个马上他这个，能量啊，这些财富啊，生命啊，啊，权力啊，就马上就消亡了。
这个好多时候都是这个觉得马上就要成功了，或者马上就要胜利了，或者说啊，忽然一下中了彩票了啊，这个富有了，突然的暴富啊，突然的这个突然的精神好，突然有好事儿，然后这种很突然的，往往有时候呢是确实是坏事的一个前奏啊。这个有些人就是所谓疯狂嘛，你像这个这个发动二战的希特勒也是啊，战争狂人嘛，就是要打仗啊，这个也是野心很大，然后这个开始都节节胜利，到最后一逆转，这个就一败涂地了啊，都是这种情况。这就是印证这句话，这个若要使人死，必先使其疯狂啊！最后也没得个善终。你看这些大奸大恶呀，这个独裁者呀，独夫民贼呀，都是这样，他都是张狂，很张狂。这跟其实你等而下之来看也是啊，像那种什么地头蛇呀、恶霸呀这种什么那个。啊，无赖呀，啊，这种人，还有这个犯罪的呀，他都是这样。开始他都是干的小坏事儿，哎，觉着，哎，也没人逮我，没事儿，然后就开始干大坏事儿，然后最后呢，啊，觉得自己真是啊，所向披靡啊，这个谁也管不了的时候啊，突然之间，啊，就给抓起来了，或者说就被推翻了，或者说就被这个，给某种势力吧，然后就被干掉了。其实这个我觉得和这个天道啊是很合的啊，这个，你这个人一旦走到极端了，走到你这个你以为是没关系啊，自情纵欲这种妄为，其实老天是在给你记账的。你这个所谓这个有这个功过簿吧。只是说你在前世积累的这个福德呢还不少，然后呢今世够你挥霍的啊。但是挥霍尽，你要是干一些极端的坏事儿、极端的这种消福的事儿啊，什么这个杀盗淫妄啊这种事儿啊，做到极致了，那你这个福报迅速消灭，福报迅速消灭。然后你这消灭的同时，你还以为自己没人管、没事儿啊？这个我干这种坏事也是很正常的啊，觉得自己很有道理。然后这时候呢，其实你的福报就已经成几何级数的下降了啊，只是之前的积的福报太多了，你觉得是没事儿，够你消的。但是呢，实际上呢，你这银行的这个存款啊，等于见底儿了，根本就没有了，甚至有到负的了。然后突然一下就爆发出来了。啊，突然的暴毙啊，突然的这个被推倒啊，被关起来呀，啊，被上极刑啊，或者是被人杀呀，或者是就各种惨况吧，惨不忍睹吧。你看这个说这个胡雪岩也是啊，当时说是红顶商人做的最大。我看我去胡雪岩的这个他那个宅子就在这个杭州。这个胡雪岩的宅子啊，确实是啊，这个重楼宝殿的啊，这个弄得挺好啊，这个有山有水的这个大宅子啊，真是不错。但是你一看他这个发迹史，有他介绍这种发迹史，30年啊，从他这个不能说落魄吧，反正是也差不多。说那时候啊，反正我记着胡雪岩这个小说里有一个说这个，在这个大街上吃这个叫单板饭啊，就是弄个跟门板似的那么一个大木板，在街上一支就是这个饭桌，然后这个就等于是那种特低端的快餐嘛。啊，他还是穿长衫的，还算是个体面人，但是呢，也确实那时候没什么钱。说这个，因为借给这个王有龄200两银子，从这个，是300两，是从他们这个银号里借出来，然后这个帮助这王有龄去疏通关系，去这个做官，然后这个就被银号给开除了啊，就有这么一个事儿。然后说在街上吃单板饭啊，就挺惨的，反正是。
然后还有人叫他少爷，少爷说哪有吃单板饭的少爷？这单板饭一般都是贩夫走卒啊，这街上这个挑担的呀，这个跑活的呀，这种最普通的劳动者的这个快餐。哎，说那时候确实没办法，但是你要从那时候算起呢，他到他50多岁，这个富可敌国的这些产业全败落了，也就30年。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嘛。这原来是因为黄河这个改道啊，有这么一套说法，说30年这个黄河就改道了。它其实是因为水流啊，然后积沙，然后导致这个水道又开始改变啊，来回的高了低了的这么着，来回的这水是趋下的嘛，但是它因为带好多泥沙嘛，它越积越高这水，然后它到时候积得太高了，突破了这个河道，然后它就改道了，等于是啊，30年就一改道。就在东边了，30年就在西边，其实这都是因为这个形势变了，这个其实人世间你说多少年是一个循环，有人说60年，因为60年一甲子嘛，也有人说是这个三元九运啊，这个120年啊，180年是三元一大变，然后这个也有人说是10年，也有人借用这30年。啊，反正是怎么说呀？这世界是不断在变嘛。反正是，最后总是有那么个改变的节点，然后让这事儿发生一个突然的变化。这就是从这个道理上来说吧，啊，这个你看见这个事儿啊，变成了一个好像是挺繁荣的一个事儿，但是其实暗藏的呢。咱们还是说这个，其实福祸相依嘛，然后就是它还是暗藏了一种转变啊，就是你看到这个社会繁荣的时候呢，你就想到它衰败的因已经在里边了，这个社会正直趋向下的这种衰败，然后这个那它就有它就存在一种什么原因呢？就存在一种什么这个未来的一种趋势呢？就是触底反弹啊，总会触底反弹的，它不会永远这样。只是时间的跨度而已，长短啊，你看它什么契机，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好多时候你看这事儿往坏的方向发展，它其实并不一定是坏，啊，它正是好的这种因在里边发展出来的这么一种情况。你看这个，一次大战、二次大战，它这打完了以后，世界就是趋向于复苏啊、繁荣啊，有那么一阵时间，它确实也是这个。二战以后的这个经济复苏，这个确实是就是向好嘛。然后又经过什么这个危机那个危机，然后又开始一个小的颠簸。然后你看现在这世界，因为这个疫情因为这个世界格局啊都变了。然后现在其实也是一个挺变化的时代吧。经济不景气，然后这个，但我觉得呢，这个东西呢，你现在看是不景气，但是。在一个远期来看呢，它应该是正是向景气发展的这么一个现在是往低谷里走啊，等走到一定的时候呢，等到反弹的时候，它不会彻底完蛋，它肯定会反弹的。但是那时候的世界，我估计已经变得跟前10年、20年、30年已经变得完全不同了然后整个世界会重新划分这个人和人之间，我估计。这个到时候咱们又不认识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就诞生了。这个还是那句话吧，就是什么事情它都得从这个阴阳辩证着来看这个不要看到说这个就是像这种回光返照似的这种。突然爆发，然后就觉得他可能要完了。但是那完，其实这个世界哪有一个终结呀？它只是始终在变化而已，总像这个曲线一样，波峰啊，波谷啊，它来回的这种变，但始终不离的一个就是，这个人类社会始终向前发展波峰波谷之间嘛，这个来来回回的这种上下起伏，还是说到这个，天要与之呢，也必先取之啊。这个反过来是这么说，你看这个，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人的这种回光返照啊，这种出现这种临死之前的这种预兆。但还有一种呢，相反来说呢，就是这人倒霉到极致了，这个秦琼卖马了啊，这个走到这个正到正正正正走背字儿的时候啊，这个其实也预示了一个什么呢？也预示着他要触底反弹了啊，这个积蓄的时间已经够久了。整个这个失败啊、压抑啊这种因素，已经到了极致了。然后这个如果这人不死啊，咱别说这倒霉到头了，然后直接就挂了，像这个关公走麦城啊，这就完了。然后这种只要他还有韧劲儿在啊，他这个触底反弹的这个力量就会在某一时刻爆发。啊，这个人啊、事儿啊，都是这样啊。你看这个，好像这个是无希望了，这种变乱啊，这种压抑啊，然后到了极致了，他反而要寻求一种新的重生的这种状态吧。啊，会有一些这个向好的因素从里边直接诞生出来，有时候明显，有时候不明显啊，这个。根据当时的情况再定吧。这个，人呢，反正是走了很长时间的背字儿，你也就该走好运了啊。这个原来享了好长时间的福的人呢，您可能就是要艰苦一段了啊。这个其实就是天道就是这么回事儿啊。这个老天爷在给你的之前，就是先要把你东西都夺走。啊，这个老天爷要是想夺你东西的时候呢，就先给你啊，让你特别嚣张啊，让你特别觉得满足啊，让你觉得，哎呀，这个目中无人了啊，这个处在一种很兴奋的状态啊，这都是老天爷要拿走你的这个东西，还有你觉得这志得意满的时候啊，哎，凡是这个时候啊，大家最要小心啊。原来我就说过这个。在你觉得最最安全的时候，反而就是一些不安全因素其实已经诞生了，啊，你要随时要是能做到这个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每天你倒不是就让你提心吊胆的活着，但是人总归要保持一种满招损、谦受益的这么一种心态吧，啊，时时刻刻的要提醒着自己啊，这个不要志得意满啊，这个要注意身边的这个各种因素啊，是不是使我这种功高我慢上升了，使我这种贪嗔痴慢也都更恣意妄为了啊？这个我觉得人还是有这种自省精神的时候呢，时刻保持这种警惕心啊，还是能够常保常养的这么一种状态。这个孟子不是说了吗？说这个叫什么？独孤臣孽子，这个其操心也微，其虑患也深，故达，这个就是这种孤臣啊，没人帮助的人，然后这个孽子就不是这个这个主啊，这个叫什么？不是这个嫡生的这种孩子啊，就是怎么说，就是不得人缘的这种孩子吧。然后就是别人都瞧不起的这种孩子，他反而他能那个。保持一种这种深谋远虑啊，这种对有忧患意识的这么一种心态，然后他就是能够长期的保持这种好的这种状态走向胜利的这么一种谋划，他老是保持这种状态这就是所以他才能发达，这就是原因，所以呢。咱们这个有坏情况的发生的时候呢，咱们也不要灰心啊，这就是向好的开始啊，咱们要是忍辱吧，这个布施、忍辱、持戒啊、精进、禅定、般若，这是六度法门，咱们也就用这个舍和这个忍啊这种来，然后不断精进来这个。而且要有智慧，这种，这个就是这种砥砺前行的这种心情，然后那个，慢慢咱们还是走出低谷，
向一个更光明的时候，这个一个时代吧，一个自己的一个时代，然后发展。走好运的呢，还是要保持这种啊，这叫如履薄冰的这种感觉啊，这个要有警惕啊，不要被这个胜利冲昏头脑啊，因为不知道哪儿就一坑，大家还是现在这个时代反正也就是这样啊，大家自求多福呗。还是那句话，还是得啊，这个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自净其意，还这个这是千古不易的法门啊。好，谢谢大家。